明天我陪你去医院。医生说了，你这些都是一些后遗症，是暂时的。我刚刚打电话咨询了，医生说他也不清楚，有可能这个状态是暂时的，也有可能会这样一辈子。我的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糟糕，记忆力会越来越差，最后可能会丧失正常的生活能力。也许你爸爸妈妈说的没错，现在的我并不适合跟你交往。我们是想再说一次分手吗？你在这里企图不止，企出去，这些都没放弃，你为什么放弃我呢？我可能会把你忘了。不会，我就是你的记忆力，我就是你的大脑。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你可能已经失去你的记忆力，你可能忘记你是谁，忘记我是谁。我叫刘暖暖，我是你最爱的人。我们就在你奶奶的院子里养了四只猫。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你18岁的时候，那时你就比我高了。我希望你明白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忘记的。就算你真的失去你的记忆力，起码我还记得你啊！我可以再让你爱上我。我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无论是偷、抢、耍赖，我会想尽所有的办法，只要能让你再爱上我，我都会去做。如果你忘记我一次，我会再让你爱上我一次。如果你忘记我10次，我会再让你爱上我10次。所以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不要放弃我，好吗？江城来的快递收一下，谢谢啊。
东西收到了吧，宝贝？收到了。那个天麻呀，这次特别好，是你三表叔特地从山上挖下来的，据说是对脑子好，对鱼炖肉都可以。嗯嗯。你们同意了？你走了以后啊，我跟爸爸商量了很久，我们都没想到把你教成了这么好的孩子，重情重义，不势利，不俗气。嗯，那天啊，是你说两句。暖暖，之前吧，是爸爸妈妈没能理解你们啊，都怪我们，是我们不好。妈，爸，哎，你呀、就放心吧。尽管对小孩好啊、我们俩也会对他好的。嗯嗯、他要是有什么好消息呢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们。对，要是有什么，不管什么事儿啊、你都得告诉我们。哎，对、对，我们马上过去帮你。对。